福瑞和格瑞拉两个人一起来到，就是全明星的话，我觉得确实对全国的下路组合都不是很能公平吧，因为他们两个磨合了很久嘛，然后也特别熟悉配合方面，然后像我们的话就是也是来到全明星，就是刚开始磨合配合，也没有很久。好，欢迎回来。那刚刚的话，听 Miko 这段采访的话，其实我们之前余霜嘛，这管哥这里有发言权，余霜也采访过 UZI， 然后 UZI 表示是说，两个人其实还挺好的嘛，就是我打的本来就凶，他打的比我更凶，挺好的，因为他俩在出国前啊，这个打了很多很多场的这个下路双排，然后当时有开个人直播，我是他俩忠实粉丝，因为他俩那个直播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俩属于打的又好。然后骚话有很多，就两个人双排的时候经常有非常非常多特别好玩的对话，同时因为他们俩在自己训练那个阶段正好是咱们国服刚开新版本的时候，所以学习一下可以学到很多套路。是的，当然对面来讲玄冥二老这个不多说了，是 Prey 跟 Gorilla 两个可以说是活化石级别的下路组合。那 Miko 我觉得一直以来作为一个见过大场面同时又跟随 EDG 征战多年这么一个选手，他在采访呢其实他是非常非常有风度的，而且他很有经验，就他会懂得怎么说能够让自己显得也比较谦虚，当然他本身就很谦虚，然后又能让对方，你这个话有点像在黑他啊，我没有在黑他我说真的，就是他自己很谦虚，然后显得让对方也不会太过于，对吧，让你觉得说对面把对方抬到一个高一点的位置。不过他说的也都是实话嘛，而且玄冥二老我们都知道，就是前段时间全明星拉票的时候其实 Mata 是很想参与的，但是最后的话还是因为玄冥二老在大家的心目中地位根深蒂固，影响力太高了，而且可能大家都会认为就是一直以来吧，就是 Prey 都去全明星，那今年还要再送 Prey 去，因为对于 LCK 来讲这个赛区肯定是人才济济，这个不多说，我们大家都看到太多太多 LCK 闪光的观众闪光的选手，但是就是今年的投票上来讲我觉得还是没有太让大家感到意外吧，这五个选手有一个意外，就是一个老将就是辅助选手 Mad Life 记得吗，对，然后我觉得另一个可能稍微有点意外的是上单没有投 SMAP， 就是是 QA 来的，是 KT 所有人都是第二吧，还是四个第二一个第三，反正他们全都前三，四个第二二战里只有打野是 Peanut， 然后剩下四个都是 Peanut，然后所以当时就有一个玩笑嘛，就说能不能让全明星一队在这个 LCK 的时候跟 KT 打一场表演赛让大家爽一爽，当时就有这个说法，因为 KT 整体人气也非常高，但是最后没有选到嘛。当然了，我觉得既来之则安之，对的，最终这五名选手就代表了整个赛区在全明星上的一个最强实力了，所以我们还是期待一下第二场对决吧。来到这里了之后都是代表着自己赛区过来征战的，而且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我们非常乐观，希望这一把能够好好发挥。对，第一场比赛的话赢得还是比较顺利的，没有给对方一个发育起来的机会。对，希望 Faker 再接再厉，就主要是 Faker 这一局的话希望 Faker 再接再厉，没有，他选到这个沙皇的话在第一局确实这个英雄我们公认的后期英雄，但是他在前中期因为之前版本加强了之后也加强了一些，不过他真的太容易被抓了，我觉得有点大意，其实第一局 Faker 玩的就有点大意，你看，当然这是 Faker 一直以来的一个特点啊，不是叫大意，这叫自信，对的，他最早你看天符文里也没摸抗，然后现在也是我不点秒表我就是不点秒表，然后我觉得前期其实给的机会相对有点多了，尤其在面对对面是马尔扎哈这种东西的时候，你比如说最简单，你看 F6 边上那一波，其实那是印象最深刻的那一波，视野看到了，你直接交闪那波是跑掉了的，对，但 Faker 第一反应是我破盾想办法反打，所以直接被吸液闪现给吸住了，对的，还有就是跟一个打野的一个肉食性还有一个防守性有关系吧，本身的话安掌门他就比较一个偏防守为主，对，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在风格上相对来讲需要互相迁就的点吧，我觉得全明星最舒服的搭档就是西野跟麻枪公主，就两个人风格比较相似，即使我们原来不是，当然配合最好的肯定是如果你是一个队的中野，对吧，那没得说，如比如说你这个中单跟打野是一个队伍票选出来的，那肯定你们两个打了那么久，但是另一种情况就是两个风格相似也可以，但是确实 LCK 这个你说中野的风格差距挺大的，因为比较麻烦，就是我们要看一下一个就打得很凶 Faker, 一个就打得比较保守，对，要看 Faker 之前的队友嘛，Faker 之前的打野都是什么样子的，而且肉食性比较多一些，就是 Faker 从 Ambition 得到的帮助肯定要比从 Blank 跟 Peanut 少得多得多，是因为
Ambition 首先这局他自身难保，这局是因为自己被麻辣香锅反的就已经有点找不到北了。其次就是 Ambition 总体的打野风格也是偏控图的，他很少去帮，尤其是中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三星今年下半年的打法上，矿更多的玩的什么，玩的要不然就岩雀，岩雀就是支援自己，岩雀八条辛德拉，要不然就是马尔扎哈，哦对，马尔扎哈，马尔扎哈就是你不要管我，我对线我不会死，我六级之后有机会再说，没机会你就不要管。但我们这样看起来好像马尔扎哈搭一个肉食性打野还挺强的，有不同的打法吧，就西叶是把马尔扎哈这种抓节奏跟进攻性的一面配合着麻辣香锅发挥的淋漓尽致，而且是刚好抓到了对方那个失误，对的，嗯，所以说这一盘的话怎么说呢，马尔扎哈应该被ban掉了吧，这个英雄有点毒，太强势了。我觉得不太会ban，不ban了，我觉得不够ban，你蓝色方ban马尔扎哈不太够ban。其实现在红色方会就是有两手固定ban吧，应该说大部分奥恩包括佐伊这种英雄大部分在蓝色方。我觉得这个版本 OP 的东西有点多、嗯、马尔扎哈算不上最 OP 的那一批，你要让他跟女枪什么的比肯定比不了，就女枪要或者进或者伊泽瑞尔，然后奥恩、嗯，包括佐伊，我觉得搬不搬其实都还好，因为今天来之前我还跟柚子在讨论，我们俩在电梯上讨论，就我们觉得佐伊这个英雄即使放了今天不一定有人会选，因为今天是一个我可以说是全英雄联盟打一年最高水准两个赛区之间的一个对决，那佐伊这种英雄稳定性比较差，他毕竟刚上线不久，就而且另一点是什么，即使你是非常有天赋的专业选手，比如说现在这两位西叶跟 Faker 对这个英雄理解很深，你自己玩的秀没问题，但这个英雄在团队配合上大家练的少，而且这个英雄从目前来看也是偏个人进攻的一个英雄，所以我是觉得他即使放出来不太可能会有人选，当然你也说不好，其实我觉得有很大的概率会选，如果说放出来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这个英雄真的是一旦对方出现一个失误，他只要有优势之后他的这个伤害太爆炸了，但是这个英雄的同样问题就是双刃剑嘛，就他一旦劣势了、啊、这英雄要做他打逆风局是很弱的，他是一个顺风滚雪球能力很强的，对，他滚雪球能力太强了。来了啊，今天第二局首当其冲，皇子就直接被限制了，皇子是第一个受害者，然后因为上一局发挥太出色第一个就被ban掉了。这一盘的话两边也是换了一下颜色，蓝色方是LCK 队伍，红色方是 LPL 队伍，是奥恩固定班位、山影之夜，这个英雄确实刚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英雄是个垃圾，有点尴尬有点智障，但是后面大家发现哇好强啊，我发现 LCK 这边开始选择把香锅所有进攻英雄全ban了，不给你在前期压制我的机会，盲僧ban掉了，这就是香锅赖以成名的英雄。看反手 LPL ban 什么，我觉得女枪还是拿掉，女枪我觉得女枪还是ban掉，因为女枪如果你不选的话蓝色方一抢是很多的、现在看到那现在就比较看 LCK 这边最后一手在前面的三手ban位上会ban什么呢，你说 LCK 这边会不会心一横第三手ban螳螂卡兹克真的心一横第三手把螳螂也ban了，还有朱女其实现在也是打野位比较，就他把这种入侵强的都搬完，还安掌门一片安静祥和的野区。安掌门自己是可以打卡斯克的，对啊，搬了搬一 z 还是常规一点。这样看一下最后一手，佐伊还在 ，MF 也在，我觉得 MF 和进都在，我觉得包括维鲁斯。MF 这个英雄，因为玄冥二郎俩人玩的都好，就俩人都可以玩，千万不能让这两个英雄出现在同一边。这两个英雄在。刚好运姐吧，下路太强了，考虑了很久，最后一秒的班人点下去塔姆，这样很多版本强势英雄放在一强左一，好，那这边的话强左一的话，要不要看一下，要不要进加 MF， 进加 MF 进加下路，我刚好最后一手班位班塔姆也是比较可以埋伏笔吗，是稍微克制一下自己这个阵容的，而且我是瞬间被打脸，我是真没想到，我是觉得肯定会选左一，瞬间打脸，因为但我觉得他真的玩左一的话，我反正觉得 LPL 对我也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拿左一这局我们看到这个英雄出来其实我们心里就踏实很多了， MF 加朱女这两个英雄选的也非常到位，是先把对方的 Ambition 的一个猪妹强逼的 Ambition 去打酒桶了吗，复古起来复古了复古了， Ambition 这边酒桶锁下来，当然这个也是 Ambition 很出色的一个，我觉得 Ambition 现在头皮发麻都不知道选什么好、俄罗伊假的假的进，想都不要想，对，但是其实是可以，我们是可以 MFAD 的，其实可以啊，完全可以啊，这边的话
第三场完全没，如果说不抢进的话，那如果让 LPL 拿到进加 MF 下路之后，我觉得 就炸了。进加 MF 是那种前期会压到你心态爆炸的，对的。但是我觉得卡萨丁求稳，第二阶段把泽拉斯搬了，防止这个 LCK 这边拿泽拉斯加上进的这个组合，对，泽拉斯加进也挺恶心的。双彗星是太恶心了的。但其实 LCK 要不要考虑一下把女坦搬掉，因为女坦加上一个好运姐，我们今天有看到下路组合对上牛头加小炮的时候真的是按在地上摩擦。但这场比赛下路对阵的不同，是不同，但是进也很怕女坦。对，这种没有位移的 AD 都很怕女坦，选择了先搬掉布隆，这个也是比较克制女枪的一个，还是搬掉了一个腿哥的肾。对的，我觉得最后一手可以考虑搬泽拉斯了。看一下峰哥怎么说，峰哥就是那种不怒自威型的，看着有阵阵的煞气。最后一个班位还在考虑，给到青钢影，哦，钢这是酷位，就是现在不是特别顺应版本，但是他自己玩的非常好的一个英雄 Q 位的一个招牌吧。而且他在 rank 里面从来没有断过玩这个英雄，喜欢玩嘛，而且这个英雄对于 Q 位来讲也是熟练度很高的。搬了小纳尔，自己把纳尔搬了，这样第四手，第四手的话应该会选择一个下路，选辅助吗？或者选 AD？ 现在好的 AD 没分割的习惯，可能会选一个比较摇摆的东西。对，这是一贯以来。但想一下摇摆，他现在能摇的位置不多了。其实 UZI 挺喜欢好运姐的，啊，好运姐加女坦，这个是。这几天看下来真的下路最棒的组合，非常强的一个组合，伤害非常爆炸，而且是前中后期伤害都爆炸，全期伤害爆炸。拿塔里克做反击。 Mako 的话在这三之前的三场比赛里面也有选到过女坦，那盘搭配的 AD 是卡利斯塔，也是打出了相当好的效果。对，我觉得最后的战绩好像1-1-13。 counter 位的话还是留给了腿哥，格瑞拉这里选到了自己也是非常招牌的奶爸型英雄。对，选手大师骑士要不要拿最后一手拿一个巨魔？Q 位这边是觉得你们都这么飘了，那我就选个打团的，老老实实的大树。LCK 这个阵容又是一个比较偏大团，腿哥这边应该是拿虫子，真的很复古大虫子。腿哥这边应该是拿虫子，虫子这个版本还是很强的，主要是心不灭之握很强。其实就心不灭之握本身，虫子就能提高生命值上限，心不灭之握又能偷最大生命值，这个阵容蛮无解的。其实两边阵容拿的都不错，但我觉得有一个不稳定的点就是这个左一、而且 LCK 的话阵容你要说它唯一的问题点就是伤害可能有点低，他们只有中单的左一和进 AOE 伤害是不足的。 LCK 这个阵容就是究极吃双 C 个人能力，是就是你如果双 C 其中一个在开团前被击杀或者在团战中被限制，那完了这阵容就没伤害了。对，而且对 Gorilla 这场比赛宝石的运用大招释放的能力非常的看重，但碰巧的话对面腿哥和中单的西野这两个英雄对对面那种无位移的 C 位来说压力非常的大，尤其是这个进左一的话还要有一个大招，虽然这个大招位移很尴尬，但也可以躲技能嘛。对，可以躲技能，这就很奇怪这个技能的这是一个相当我最开始玩这个英雄的时候老用这个技能赶路，然后发现不对好像赶不了，就赶路的时候还会浪费两秒钟，就是会就是我觉得它的一个最大作用是让自己的伤害提高，就是为了反向 Q 嘛，对，就是反向以后往前，而再往你要 Q 的方向 Q 会造成一个最大伤害。这个英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 Q， 当然都是为了他的一个伤害提高。我是看过 Faker 单排的时候玩这个英雄，那确实很秀，贼秀，很秀很秀。那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说，秀的水乱流是吧？秀的水乱流，但是你还记得他的亚索吗？造化中神秀，造化地花之秀，地花之秀，全是秀。但是无论如何吧，我觉得西野也秀啊。LPL 这个阵容 ，LPL 这个阵容依然是那种在前中期抓机会能力很强的，而且这个阵容在前期的对线处理上要比 LCK 舒服。我感觉场下已经被我们 LPL 的粉丝垄断了。对的，世界性主场。对，世界性主场。好，比赛开始。我们马上将进入的就是我们今天第二个 BO3 的第二局比赛。蓝色方 LCK， 红色方 LPL。Pray 大佬这边选择的是自己开创的这个鞋子四血的进出门，这个最早确实他在带啊，这个2017年春季，2016年的夏天他就在这么带了，这个是他先开创的。支持率的话跟上一盘差不多，还是67-33，三分之一吧，就是1/3这样。但真的如果论双方英雄前期的能力的话，其实差不多吧。
我觉得酒桶这边前期的 gank 能力会比朱妹强一点。像 LCK 的话，他前期单抓能力比较强，但是你要真的打到后期打团 LPL 赢面太大了。而且 LPL 的对线来讲，上下路其实是个压制。即时符文的话，比较意外的是 Ambition 带了个电刑酒桶，这个不太符合 Ambition 的一个风格。是，这电刑酒桶其实 EQW 把这个电刑触发了，还真蛮猛的前期。其他的就比较正常了，这个余震的大树，然后余震的朱妹女坦，余震的这三个加上一个不灭的大虫子，剩下的都是被奥数彗星给制霸了。其实我之前有看到自己玩的时候有看到奥数彗星的酒桶伤害也很高。酒桶这英雄其实一直以来就是可塑性强，就是什么都可以带输出嘛，你感觉他也不弱，你带防守性的东西你也感觉还可以，没什么大问题。我还见过带掠食者的酒桶，就是点个那个鞋子一加速跑过来汤汤撞。这场比赛的话，香锅是拿到了一个猪妹，但对方是一个酒桶。相比起皇子来说的话，酒桶在前期的威胁就不像皇子那么高了。对，但是大家如果看这个今年的世界赛都知道，香锅这酒桶是吃肉的。香锅自己采访不说吗？我的猪是吃肉的。毕竟这个选用的英雄还是和召唤师之间的差异会显得更大一些，看 ID 嘛，就是看 ID。 前期的一个推线能力的话，那还是进这边要高上一些。这漫无手雷一级推线确实舒服点。刀二了，抢到二级，第四枪应该是没有出手啊，选择的是交 Q。 走一这里一级的话也是压线压得比较凶，毕竟哎，比神直播来了，直接是骗了个闪出来。腿哥这边是比较怕你接控制链，所以闪现也是赶紧交，怕你刚刚如果接控制链，如果一闪撞到的话就有可能黑了。对，我刚刚好慌啊，我看腿哥想过去放了个眼，我好害怕酒桶突然反成一个闪现平 A 捡粘到他。就闪现平 A 等你闪，然后你交闪我的交易。因为本身刚刚的话腿哥已经没有闪现，野区两个人碰到，看一下上路打个被动就溜。对，打一套就走。对，猪妹这英雄就是前期那个 E 技能敲完赶紧溜，就我打的凶，但是是有章法的，不是乱凶。上路，这里安掌门是知道香锅位置的，因为有一个视野在看着。哎，啊、可以打断了肉弹冲击，正好是利用这个喷射球果。两边各出了一回手，是打出来了上路科加斯的一个闪现。中路这边卡丁交 TP， 马上强哥这波过来应该是帮推线的。这波帮推线没啥必要吧？因为刚刚的话也是卡斯丁回城，然后 TP 到线上，直接指到了，指到普瑞这里打一套，反手一个晕，想晕对方的 AD，但预赛也不贸然的往前走，再反手 A 对方的一个辅助，再一个 Q 技能 ，Mako 是有点火的，这个位置血量很低，但是 Mako 没有冲动。对。毕竟对面技能也是全的嘛，现在这波完全是一个心理的博弈，一波交火，其实 LPL 下路还是赚的。这波就是你看心大点、哎、漂亮一个一闪，那还有 Q 定住配合朱美 Q 闪，女枪直接拿了个一血，哎，这个位置好打不死，非常的完美，再一个定这个 Q， 但伤害不够了。没有这个一闪精髓啊，直接指到了 Prey 交闪过后的位置，那连上之后给点火给 Q， 基本上配合上过来。Q 闪的麻辣香锅，人头还被 UZI 拿到。女枪这一波回家的话，她会直接领先进，把这个巨石短臂做出来。但是进的话只能做两发长剑，这个是相差很致命的，在前期对线上来说。看一下 Mako 这波精彩的先手，一闪正好指到被闪现带过去，最后是被女枪拿到这个人头。而且香锅的话也是眼疾手快，直接补上控制链。哇，这个下路对线就舒服了，因为你两个长剑和一个巨石短臂，它是质的变化。现在这种穿甲大军基本上先出到巨石短臂的优势都很大，就像之前破败大军的时候，你谁能先把小弯刀做出来，谁对线其实就赢了。对，飞客这边是捡了个海克斯科技枪刃的碎片在身上。这个佐伊的问题啊，我觉得还是刚才我们三人已经讨论过了，第一他没优势的情况下比较疲软，其次是这个英雄打团的能力我觉得没有那么强，不像很多传统的这个中单，他是优势只有一个技能打伤害，对，优势推塔的时候很厉害，会偷人，但他那个技能只要睡到别人，然后往后弄一下，然后打一个最远距离的伤害，我觉得
现在的 C 位是扛不住的。哎，睡到了，这个位置卡丁赶紧叫 R， 想回一个 Q 打到了。哦，没有小兵帮打。对的，我觉得 Faker 这种选手嘛，操作肯定是没问题的。而且这个英雄也是全明星前特意官方为他出了篇报道，就是说本来按照惯例新英雄是不会在第一次刚出的大比赛中上场的，但是他比较符合全明星的精神，而且因为各路中单选手肯定都非常喜欢这个小萝莉，那就赶紧让他上吧。 Q 位这个位置刚才没到六，跟着腿哥一阵猛 A， 还好就是他觉得腿哥没蓝了，你也吃不了我。香菇也是住在了安葬门的野区。明显过来看到了一个不对，空荡荡的野区。对的，爪干毛净，啥都没了。这个阿玛能够打死，而且还是打死了。好，这个位置想打二打二 ，Q 位要先被打一套，所以也很难进行留人，先撤了。下路的话，现在是可以压制住对方了。而且把线推过去的话，女坦在这个时间点他是有一个可以支援的优势的，这一波对线应该是能够顺利到达六级的。等到到达六级的时候，其实好运姐配合着女坦的能力会非常的强。对，尤其是就看一套爆炸，就进没闪现嘛，那基本上就一套爆炸了。而且到六的时候 Miko 这个点火应该也好了，他是不需要女坦到六的，他是 AD 到六，然后女坦五级的时候就可以指到 AD 然后进行击杀，因为那个时间点 Gorilla 肯定是没有六的。 Faker 来了，过墙的泡泡定住了 Miko， 但是还好这个睡眠是有一点点延迟，而且控制链很难再接上了。而且 Miko 把 W 打开的话，那个时间点护甲魔抗都非常高。哎，这个泡泡确实在过墙的情况下好远。 Faker 这边先 R 了一下 GLP800 偷来的，先用掉过去被睡到了。这波西夜是 R 上去正好吃了技能，而且因为 Faker 有捡来的碎片嘛，刚刚交掉了以后有额外的平 A 特效。这一幕看着怎么怪怪的，来对面的也去拿蓝，而且是一个猪妹。对，而且是一个猪妹。但这一幕在香果身上发生过很多次了。对，得看 ID， 看 ID。不是这边下路现在其实点了这个助心小饼干，他是强行回家把巨石短臂做出来了。是的，他也知道如果一边巨石短臂一边是长剑很难打。要看 Miko 了，要看 Miko 能不能有有效的先手，在 Pre 没有闪现的情况下 ，Pre 闪现还差个三十秒左右吧。这个期间如果能够指到的话，很容易击杀。也发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 ，LCK 他们对下路的保护做的还比较到位啊。嗯，一直在对方的一个蓝 buff 处游走，然后中路也非常积极的支援，打了一套，这个伤害有点高，确实很秀啊。这位置要小心啊，睡到了，被睡到了，交闪 ，Faker 这个 Q 放失误了，放失误了。李哥也有失误的时候。刚好担心。对的，如果最远距离那个炮打上的话，我觉得要死。但是 MBC 这边在被追，为什么香锅的这个猪妹打的、哦、打了个闪出来，跟皇子一样，贼恐怖。这里两边下路双六了，都已经是现在的话进他的一个闪现 CD 也好了嗯。那其实女坦如果下路不动手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找中路的机会的。左一的话带了一个进化，想找中路还是比较难，把你的进化打掉。主要是刚才香锅这个大招丢掉了，所以可能要稍微等一等了。这大招刚才是丢给酒桶了。嗯，下路对线期也是打的一波火热之后，开始长时间的发育过程。宝石的话也到达一个六级，有了大招的保护的话，下路再想那么击杀的话就有点困难。对，现在 LPL 一定要保证的是河道的视野，因为左一这英雄等级起来之后，他清线太快了，清掉之后一旦强行过来gank，那个泡泡过墙的距离太远了，你很难预防。而且左一比较夸张的是他能偷 TP， 他偷到 TP 之后，对吧，你就很难预料他的gank路线。是这个运气好的话，前期偷到 TP 是可以回家去补给一波，然后免费回个家吧，就是。对。现在依然是 LPL 这边不能松懈，一定要把河道视野做好，防止 Faker 去利用这个左翼进行gank。在找机会去
打这个最高伤害的 Q 区 Q 西野。确实这个英雄出来你感觉哎没睡到，哎但最后还是落点吃到了。哦没关系，还好在最后一刻的话西野是利用那个 R 做了一段位移。对，他前期这个技能一旦被就是敌方的小兵挡在前面的话就打不到人，因为他弹道和范围都很小，掉了直接开疾跑过来开疾跑，因为疾跑时间应该快到了，后面有人回身，李哥这边想打最大伤害给西野 Faker， 而秀一波自己没办法，这个是真的没办法。是下路闪现的话也死。哎，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下路应该是空扫了一波大招。看一下的话，双方就刚 MF 交了一个大招，其他三个人都是没有交大的。粘住了 Ambition， Ambition 没有闪现的，好苦啊！为什么一个猪妹老是追着我打？这位置追着你，哇，把 Ambition 打到了一个血量很残的样子。Ambition 回身是赶紧先消耗一套。谢刚刚是状态不好，不当人好过分。我觉得真的是两把完美的一个野区压制吧，是，而且风格上的克制实在是太过于明显了。这个 Ambition 真的，我感觉打了这么久，可能已经很少碰到麻将枪压力。看下路这个位置的话，的直接一直，但这个大招非常的及时。那想击杀的话，看一下要不要越塔。交闪，直接一个大招定住的是 Prey 这边再被闪现定，直接秒掉，没有给交闪现的口。没有人可以扛塔，过来九董没大招，打了 UZI 一个闪现啊！九董现在应该很后悔，刚刚把大招交给猪妹。是，他如果有大招炸回去，没什么意义。对他这个时候能炸回去大招的话，能杀的。对 IP 来说是很危险。但上路 Q 位这边靠着余震打得非常的凶，再反翘走位扭了一个 Q， 但也仅此而已了。我觉得 Q 位、啊、你说单杀单杀还是不太可能的，就是两个英雄在上路想发生一个单杀还是比较困难的。而且这局打到现在，李哥没拿过蓝的还。拿不到，来看一下下路这波，先把你大招打出来，死亡一指。那么葛瑞拉刚刚为什么不闪现躲开，躲开这个指呢？我觉得是想躲的时候已经被指到了。他其实只要闪现躲开指的话，后续就算被大招定到，自己大招落下来，那 一波伤害也打不死人，在短期内。嗯，还得说是 Miko 指的准啊，真的指的准，真的是 Miko 这个女坦指的准。他刚刚那个是极限距离指到的。这是一种传承吧，真的是 EDG 这个队伍本身，我觉得对女坦这英雄的熟练度就很高。你想想，这队伍最早卷毛打卷毛的时候就很爱玩女坦，而且女坦当时也是他们的很强一个体系。现在 Miko 的女坦也非常的强，拿上来打一套，李哥救出撒脚下，后面是有兄弟的，没睡到，没睡到，刚刚很吓人。马天国再过来粘李哥，这边是先交一个进化，解掉了卡拉丁的一个减速。然后回身过去睡住了，猪妹没什么太大的作用。从目前来看，这左一的效果好像一般般吧。目前，嗯，啊 ，Ambition 这边点了这个有点神奇之靴，是挺神奇的。十分钟的时候才有血，我觉得打野点这个有点亏吧，太晚了有点，差一点点，短了一寸。交 Q 过去，五速鞋因为效果被打断了，所以没有那么快 Q 不到了。想过来放眼，看到了这两，看到了猪妹的位置，嗯。但是的话，在塔下也不敢守，因为没有大招。就是这一波把你逼走，并不是想杀你，用身躯扛一下这个兵线。其实现在这个时间点，他用身体来扛，完全是没什么问题的。因为进在前期打满血的人是不怎么掉血的。定住酒桶要来了，这个位置交 TP 强行拿，先秒 Gorilla 直接被 Miko 杀掉。Q 位下来之后，位置在靠后 ，Miko 这边是先被防御塔打掉，这波 LPL 在扛塔有点伤 ，UZI 也倒了。哇，但是伤害非常高，谢这里。但是这个塔看看还怎么推，西野这边过来 Faker 一波R过去，自己的位置有点差，交个闪现，西野被睡住，回身被 Faker 秒掉了。 Faker 这波成毒秀了呀，哇，秀完了之后九五七也有点危险啊，可以，九五七也被 Q 位给收掉，这里是被 Faker 给秀了，确实秀了秀了，这个真是，因为他第二个睡这波如果正好上头，如果安安心心的推对方的塔的话，我觉得是很赚的。我觉得也是 Gorilla 给破绽了， Gorilla 那波的位置杀掉之后，其实 LPL 已经撤不掉了。而且这个位置我觉得 Gorilla 他的大招差不多还有就几秒钟就 CD 了。这位置 Ambition 的炸炸得太好了，是配合着大树的大招送到了 Faker 的睡眠上，然后 Faker 一个满额伤害的 Q 是 miss 掉。这个位置的话，这里本来有对方人之后，如果不强行再上的话，就是很赚的。哇，这个睡到反身 Q 秒掉，Faker 这波确实秀起来了。最后的话，三员大将只剩下香锅走掉。
很可惜，因为本来是大赚的一波，而且好像稍微有点尴尬的是这医学塔可能要掉。哦，还好还好，是下路先推掉了，还好是下路先推掉，上路交 TP 强行换塔，塔拿掉九五七这个位置，交闪 B 顺在边上，九五七有点危险，被睡到了，滑台也定到 W 定到，这个地方有点对有点难了，最后被 Pray 的第四枪直接收掉。测试一下九五七现在这个水晶点的一个坦度，还是比较肉的。但是还是这句话吧，就是我觉得 LPL 现在不能着急，香锅在也是又被睡到了，回身 ambition 粘住香锅，香锅这边交闪回身大招炸没有死，大树也过来捆，闪现捆把人头拿掉，打得有点乱，这两波打得有点乱了。哎，啊 ，Faker 是交了一个捡的闪现，立刻又捡了个闪现。现在后面打团要小心一点啊，不能在这样野区里面被单抓。对的，有点难受。主要还是就是，我觉得左一这个英雄吧，第二手的接控是太舒服了。第一手你说这个一技能没有那么好中，但是你第二手的接控是太好中了。而且一旦让他睡到的话，那个 Q 技能的伤害，确实挺恐怖的。被他打出一个 double 的伤害。峡谷先锋是差不多完全持平的一个状态。嗯，峡谷先锋打掉，前期积攒的优势的话，在刚刚那一波送掉了一些。这时候我觉得可以先稍微稳一稳，不着急。贝克身上又捡了个闪现，刚才也进化的这一波，看一下这个位置。哇，还过来反打了他，我 UZI 的血量打得很低。上路的话，大树现在把魔抗做起来了，先拿一条水龙吧，我觉得要把局势稳下来，这个时候不能太着急。而且西野的卡拉丁其实装备也没有非常的优秀，还需要再等待一波，把自己的第二件大件给等出来。现在这个水龙稳稳的拿掉，下一条是火龙。再进野区，玉璧赛以来香锅在野区的压制就从没中断过，确实一直在给 ambition 压力。红 buff 再反掉，他这一局从始至终都是住在安掌门的野区的。大树这个点现在发育有点好啊，补刀的话是压制了大虫的五十个，而且他有三个人头在身上。现在要看我们的下路组合了，现在要看的就是尤其是 Mako 这个点吧，就女坦能不能在中期，知道就最重要的是现在 Faker 这个点有点难击杀了。对，有进化，有进化，而且这个英雄本身就比较可以说是一个灵活的英雄，而且捡召唤师技能让他变得更难击杀了，直接哎打断了。你这也太随意了、哎、这个非常的不错，晕住了 Q 位在边上， UZI 的位置很差，一闪过去 UZI 可能要先被秒， UZI 被 Gorilla 收掉之后 Mako 是成功跑掉了。是，虽然说把峡谷先锋给晕到抽回去了，但是这个地方的话还是没有办法阻止对面把一塔给破掉，而且让还要继续打二塔吗？位置找得太舒服了，而且现在 Q 位有点肉，感觉这个二塔不太好守啊，现在控制链一旦接起来， LPL 这边没人扛得住，各位这边先扛链啊，防御塔防御塔血量已经来到了一半，左一一直在旁边尝试着睡人，再而过来打一条 Q 没有击中，但是中了二塔应该是要掉，二塔也磨掉了，这个地方 UZI 死了，确实没有办法继续跟对面接团，失去了当前输出最高的一个点吧、LPL 是没法接的。 UZI 现在双穿的话伤害真的是整个团队里面算是最高的了。腿哥这个时候发育也要赶紧补一下了，上路刚才那波被接连的控制击杀也很关键，看一下这波 Q 位绕的好， Q 位是绕到了一个很经典的新版大树大招的释放位置，这个是完全没有让 UZI 反应过来，也没有角度了吧，就你看到那个藤蔓唯一有可能躲往左上闪交治疗，靠移速往上拉，唯一的一种可能吧，感觉是。对，还好 Mako 最后回身了一下，走位躲开了进了第四发，要不然就血亏了。好，捡的闪现先用掉，再捡个腰带，
你老是觉得看他交闪现会愣一下，就为啥这么随意？要看他的那个血条下方。对，不过佐伊确实有一个全新的机制，就是如果你捡到闪现，你身上还有闪现的时候，你即使摁召唤人技能 D 跟 F， 就是交这个闪现，他也会优先交掉你捡来的那个闪现。这个还是挺人性化的，非常人性化。对，就一旦你捡的东西跟你的召唤技能是重合的，都有的话，它一定是优先用掉你捡来的那个，而不是说消耗你自带的那个召唤技能。进这边双船也起来了。现在佐伊的话，第二件再做一个大面具，把大面具补起来，可以对对面九五七还有麻辣香锅造成一定的威胁。毕竟这两个前排还是非常肉的。经济方面的话，除了上路，其他都差不多。UZI 这边是领先对方，直接惩戒惩掉，没法让给 UZI 了。佐伊这边打一套，女坦的血量很低，走到队友身后，进这边再找，还好是克拉斯上来挡了一下，女坦走出近的范围，左边的战场UZI这边在打 Q 位，有点打不动。女枪这个时候赶到了，很难打到女枪，但是被炸开了。而且正面保持大招下来了，这波 LPL 要撤，秒掉了一个推，还好在最后保持大招落下来之前的话，谢谢是找到机会秒掉对方的 AD。被睡住了刚刚，但残局已经很难打了，残局这个时候再被这个大树无情的收割，这大树现在太肉了，没有人睡到了，又被睡住了，而且一个最远距离的 Q 技能是命中了西野，打出了最高伤害。在这种持续的追击战里面，展示出了佐伊这个英雄的恶心之处，果然是。我觉得现在佐伊不是问题，问题就是最后一手这个大树，这个大树现在已经打不动了。对 Q 位这个大树再一次证明了，就是你们随便玩，我先好好发育，然后我跟你们打团就可以了，非常稳健。这个巨魔选出来，如果换一个大，如果换一个柯加斯换个巨魔是吧？对，你在想这个问题。只不过第一时间是被 Ambition 开到，然后 Mako 的血量不支持他进场，应该是找了一个好位置，但对方九头同的反应非常快。对的，而且第一时间双 C 打在了 Q 位身上，第一时间这个双 C 伤害打 Q 位， Q 位掉了一层皮，基本上，然后又在大招打了大概三段伤害吧，直接就被大招炸开，然后宝石的大招再落下之后，然后 LPL 残局就只能而且 Mako 在走的过程当中最后被睡住了，就没有办法走掉，后续又凭借着这两个哇 Faker 这个辅助和上单真的各种控制，这个睡隔墙睡，对，因为 E 技能在过墙之后会有一个非常非常长的弹道。他不考虑，他在过墙的时候不考虑本身的一个技能的位移位置。这里尤哉直接把水银给做出来了，刚刚这一波团战里面的输出，佐伊是提供了4700的超高额伤害，是在持续作战当中确实打的伤害太高了，关键是他的控制技能也每次命中的非常的准，而且他的 Q 技能在他有了一定的减 CD 之后，到了后期好的非常快。现在一个双穿，还是前期对线的时候没有给太多压力吧。其实我不是觉得不太是对线，主要是下路那一波打得太鲁莽，下路那波打得太莽了，给了对方的人头，尤其是给了那波 Faker 一个秀起来的机会。我觉得那一波如果说不强行杀的话，就安稳的发育的话，我觉得 Faker 现在不会这么秀。对的，这个位置也是找了套麻辣香锅的机会，没有抓住。火龙这个地方要来打了吧，自己家的下路双人组再往这边靠，佐伊的话在下路把兵线带一下，这波 LPL， 但是 LPL 冲着大龙过去了，大树是看到了，直接开打，直接停手了。现在的话 LCK 停手了，四个人打的速度还可以吧，但是不至于到能直接秒下来。看一下 Prey 在往这赶，龙的血量4500，有柯加斯在，大树已经交了，这个血量只能强行打了。看龙，柯加斯能不能把它吃掉？龙被香锅惩戒下来，那现在就是撤的问题了。麻辣香锅第四枪被进追死，两个闪现交上来，看一下有正义荣耀，用在这个地方能不能走？应该是能撤掉四个人。哇，这一波漂亮，这一波做的真的很果断。这条火龙打掉，是现在才能够去打。对的，而且还打了两个闪现出来。刚才是 Q 位和 Gorilla 排排队直接交闪上来，想强行留人，以一己之力在这种绝境当中把大龙给拿下来了。而且刚刚唯一一个对方抢大龙的机会 ，Mako 他是隔着墙盯了很久，然后一直指到了对方的一个 ambition。是，哇。龙还想抢，谢这边杀 Prey， 但是这地方被睡了。看一下，交闪死亡闪现，平 A 大脑已经出去了，但回身 Faker 的伤害打得很高 ，Gorilla 应该也走不掉 ，UZI 拿到两个头，而且谢还没死，
一个人冲进来，有一个大龙回城，看这个位置，谢他是有 TP 的，能不能粘住 Q 位，能不能杀 Q 位？肉厚了，这波杀了 Q 位就能破路，有机会。这个有点太肉了。想先杀 Faker，Faker 没什么蓝。哎，位移回去，再交一个闪现，一个大招，大招通了，减速了一下，被净化解掉了。想杀 Q 位，这个 Q 位太肉了，太肉了。Faker 回来，这波四个人要注意一下位置，不能被 Faker Q 太多人。哎 ，Q 啊 ，Faker 没蓝呢，这是一个好消息，要继续上吗？他们沟通出现了失误，但是谢也没蓝了。Kui 这边的话，他是没有发现自己的一个中路没有蓝呢。想换 Uzi 差一下，这个真的肉的没办法，打了好久都没打死了。是，哇 ，Kui 太肉了，回身还要留腿哥，腿哥这边赶紧走，还好是 Faker 没什么蓝，不能跟上来。美口这边取消回声过来继续帮忙打三个人打、这个位置，来这里咬死了，死的直接被杀到了，最后杀 W 定住，这里腿哥有点危险，应该是要交代掉了，上单互换吧。这有这种团战吗？这种团战从第一波把对方的 AD 击杀完之后还在打，打到对方打到最后 AD 复活了然后赶过来支援，主要是这个大树扛了太久了，他现在这三件套很无解的，而且他还没有做什么狂徒那种装备，到后期一波打完了之后出去缓一缓，然后还能回来继续打第二波。刚这波香锅的话是不太想打，他回城之后直接去上路，主要是因为刚才 Ambition 把上路线带得太深了， Ambition 把上路线带得快到高地了，所以香锅只能去处理兵线。还好的是刚刚的话 Kui 他在强行一个大招反打之后的话Faker 他是没有蓝的，对的，就完全没有办法过来支援打伤害。他就在这波回家能补什么装备出来，把大青雨做出来了，这个时候女枪大招伤害就非常高了，但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不能轻易被打断，因为基本上女枪大招支持这个英雄在团战一半左右的伤害，但是安掌门的大招基本上是留给女枪的，不会说有机会让她把这个大招读完，所以就看看 LPL 这个阻隔做的怎么样，能不能给 UZI 找出一个稍微安静一点的三到四秒吧，在夹缝当中找一个时间睡到了。看这一波过去打的伤害，哇，伤害已经很高了，但正面正义荣耀想开腿哥过去也是掩护一下自己的辅助，不要让 Faker 被击杀，是 Faker 是没有双招的，腿哥现在的硬度其实是可以在前面强行去吃左翼大招的，吃左翼这个 Q 技能的。现在 LCK 选择了一个继续做单带牵制兵线，不给你大龙 buff 正面推进的机会，龙 buff 的时间眼看也要过了，还是刚才被 QA 吸引了太多的注意力吧。这个大树确实，这个大龙的时间三分之一浪费在了 QA 的身上。不过通过这波非常非常果断的 rush 大龙并且拿掉大龙，我觉得 LPL 把下路那波月塔所带过来加上中路第二塔的那些劣势给打回来了，双方再次回到了同一起跑线，而且自己家中塔虽然掉了但是水晶还在，所以说这个时间点的话谁输谁赢真的不一定，而且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 C 位的输出空间来看的话，我觉得 Play 会比 UZI 要来的困难得多，对的，毕竟卡萨丁这种英雄在中后期成型了之后威胁会很大，他那个阿过来 QE 一套什么的，对，现在就是对于 LPL 来讲能不能趁着这个左一没有进化杀他一波，因为 Faker 除了对线的时候阵亡了一次就再也没死过了，导致他一直能够处于一种游离于这个阵容边上不停给你压力的情况，因为这个泡泡确实很难防守，睡一下然后后续的那个 Q 技能伤害就有点，他的问题是基本睡到谁谁就稳死，刚才他的 EQ 二连已经是能打到 Miko 一半的血量了，这个基本打在 C 位身上卡萨丁还好，但是如果打在 UZI 身上感觉 UZI 就要死了，别人再补一点伤害就稳死了，因为这个阵容另一点强的就是左一的E 命中进的这个华彩是必中的，想开开 Gorilla 伤害还蛮高的，但是给了好多护盾， Gorilla 回身也是求稳，大招交下来，这个大招没了之后看一下要不要继续找机会，卡丁 R 上去 E 技能减速到再一段 R， 左翼这边 R 回了 F6 侧面的草丛，女枪这边 E 技能扫完，腿哥被定在前面打了一套伤害，进这边完美谢幕开出来， Miko 顶在前面大招直接打断完美谢幕，侧面 Q 位过来了，要先往后拉一下看一下 UZI 有没有机会放大招， E 技能扫完 UZI 枪连弹雨伤害非常高，先扫掉一个 Ambition， 但侧面卡丁是被这个地方要被冰住了， Q 位应该也要死，哇，双方打了一个一换二之后，左翼的侧面想偷人没偷住，这个地方有一个对防卡的血线、高度看一下，但是 Q 交掉了， Q 交掉了，还好 Miko 这边是阎王爷边上走一圈啊，还想睡又睡到 了一个香锅，但是这个地方被沉默了，华彩定到香锅，这个位置香锅有点危险，Faker失误了，差一点又没有丢，Faker又失误了又没有丢出技能，
还好是这个英雄，我觉得挺容易就是 Q R Q 这套操作。嗯，跟你 R Q 是来不及的，对，他是要鼠标来回上下的，你一定要先往后 Q， 鼠标过去再往前 Q， 对，要不然伤害也不够啊。就是 R Q 是肯定来不及的，因为一秒嘛。先看一下这波啊，是来自 L P L 的一波主动出击。这波九筒的大招呢，为什么没放啊？应该是被定死了。他是被定死，直接杀，应该是 Miko 把自己的 E Q 给了 Q 技能，点火定死了。猪妹这个位置哦，猪妹的控制，直接让他没有时间打，而且接上虫子的沉默。嗯，卡萨丁的话，阿刀 Play 脸上被最后一个暴击给带走。可以，这样五个人一起打的话，还是感觉到上单这个大树并没有那么肉。对，而且现在大家的穿都出来了，这个位置正面想开大招是打了一个闪现出来。而且腿哥的 TP 也是应声取消吧，毕竟正面没有开起来。大龙马上刷新 ，LPL 依然是想要在大龙刷新前在正面先取得一点优势。但是从这个阵容来看的话，比大龙打大龙的速度 ，LPL 会要快很多。而且龙坑对于两边来讲，谁先站住，如果另一方比较快过来都不好打，就先站住那边地形太难受了，直接。当时把这个小龙给打掉了，这个小龙，对，水，现在要等一下，因为上野都没大招，这个时候要等麻辣香锅跟腿哥的一个大招，只要守住这个口子，不要让 LCK 去动大龙就可以了。LPL 现在的话是两条水龙，在这种牵扯当中，如果有两条水龙，对他们回复来说是非常好的消息，而且他们的上野都把狂徒做出来了，这个时候是完全可以打一波，然后缓一下再打。现在就是这个视野的问题要小心一点，因为毕竟现在蓝色方已经把控制守卫站在龙坑里的情况下， LPL 所守护的视野并不多。嗯，卡亚丁现在自己身上有一个 TP 在的话是可以进行单带的，这个也是 Faker 现在望尘莫及的一点，是也是一个有双 TP 的好处吧。满逼身 Hello 走进来一路了打一套，但是 QE 在侧翼逼出了 UZI 他的一个位移，香锅交了闪现撞墙了，这位这个大招完美谢幕，但是的话对方的话是直接一个大招落下来，能保下来香锅吗 ？Pray 一枪追掉了 ，Miko 也只能交闪了，这波没办法被开到了。第一时间的话是想先打一套 MV 神，那感觉大龙很危险。而且刚刚的话，那个大招太及时了 ，UZI 的大招也是没有办法扫到后排，只能扫到前排，所以说现在整个 LCK 的五个人的生命值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但还好的话，现在九五七他有闪现，有大招，猪妹死了，这个有两条水龙的回复会稍微的等一下睡到了，过来再打一套。这个位置 LPL 想打，看一下正义绕开出来，捆到 Miko 这边不太好走了，回身指了一下大树，卡丁 R 上来，左等一个一闪定 Miko， 又在又来了，又在过来，伤害太高了 ，Miko 吃不住，而且腿哥这边交了个闪现之后。但是阻止了对面打大龙，看一下关键哇！刚才是 Faker 再次追上来，而且 Faker 刚才是偷了个正义荣耀，啊，闪现没有意中，他是偷的闪现，是捡的这个闪现，哎，很难打哇！这波应该是都走不掉了，这样反向的话，剩下 UZI 交完水银之后 ，Faker 还在追，还有一个闪现过来 R 过来一下可能，没有办法，那现在的话大龙应该还是 LCK 可以拿到的。Faker 刚才捡了个正义荣耀，所以他开正义荣耀上去直接粘住了腿哥，腿哥交完闪都没走掉，然后最后一下就偷一个闪现，对的，再一个大招平 A 一下带走了，直接这个团战里你可捡的闪现就太多了，因为只要有人交掉你就能捡碎片，团战里能捡的太多，这大龙应该是只能看着被 LCK 收掉了，对的，没有办法抢，真的还是一口气没屏住，有点着急了。这位置过来 ，Q 位的正义荣耀先手捆住 Miko 虽然指回去，但是已经被接上来的酒桶控制再次粘住，走不掉了。而且这个时间点，好运姐是没有大招了。而且好运姐这个英雄本身他的一个平 A 的能力就不强。正义荣耀一开过去，冲击波减速粘住九五七。Faker 这一波，我眼看着他偷了。一个鸟盾，一个点燃，一个正义荣耀，两个闪现，两个闪现，中间有，然后现在他身上，马上又要捡一个闪现，然后再过去捡到这个闪现。就还是顺风追击的情况下，左一这个英雄确实很厉害。这一波团战里面，两边的 AD 都贡献了非常高的输出。麻辣香锅是因为先手被秒，没有办法。又是被隔墙的这个大龙睡到了，让 LCK 拿到的话 ，LPL 这边他们的一个清线能力不强。
还是比较难以处理这个兵线的，如果对方强行压在塔下的话。达叔现在在下路进行单带，香锅现在也在侧翼准备着随时上阵，但是现在不得不说 LPL 有点难打。Faker 隔墙的一个泡泡，嗯，下路的二塔应该是要过来守一下的吧。现在 Q 位不在正面，这个二塔其实 LCK 我觉得哦直接放了、啊、直接放了，我是觉得可以守一下了，但是没出来，还是有点忌惮，什么有点忌惮，就守二塔的，万一被开到团，那可能就一波了。关键是守二塔，如果说你开到了之后被对方的一个辅助反手大招打不死，然后这个时候大树再从侧一个大招过来，那就比较难了。嗯，这个这边玩得很花哨啊，不停在利用自己高 CD 的，这个现在已经减 CD 很高了嘛，所以 CD 很短的这个 R 技能消耗睡到了，九哥这边被打一套了，哦，最高伤害，女坦是大招交出来了，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所以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的烦，一直在打 poke， 因为 CD 太短了，直接闪现过，哦，被香锅这里丢了一发大招，留住了鬼瑞拉，鬼神想打。踩起来两个，但是好像腿哥自己扛不住了，有人在帮他挡子弹，但左翼刚才又给了他一套输出，进这边第四枪定在 Miko 身上，这个时候大树上路带到了 LPL 迎来最艰难的一波防守了，火箭腰带偷出来打一套睡到重滑踩，还好是左翼的 Q 技能没能命中，而且距离太远了，腿哥这个时候要去管上路了，但是安掌门这里如果大招不交的话， UZI 是没有办法放大的，这个分推现在已经非常非常难守了，宝石大招直接是进攻交出来，起脸交这个大招之后想多用点时间来蹭这个水晶，注意大招已经过来了，往后撤一下，被挤在角落了， Q 位顶上去，还好九五七现在扛在前面， LCK 这波打的不是特别坚决，回身打一套 Q 位能不能杀 Q 位， Q 位这边身上有个救赎，救赎抬了一口，他 Q 位再回身回家触发了自己的被动，没口只能交闪，女侠大招扫了两下，再次被九五大招打断，九五七连在后面有点难走，第四下打上去差一点点，一个E技能过来 W 续永黄宝拍死卡丁，甚至打到梅兰这一波，而且上路的水晶眼看要被兵线给带掉了，这里有点困难了，下路已经破掉，而且中路的话这个水晶还是本来就是没防御塔的，很难防守，二十分钟以前大概防当时那个高地塔就被破掉了，哇现在只剩一路了，反而是 LCK 这边回身可以再收一条远古巨龙，远古龙哇，继巴西大兄弟之后，李哥再次向我们展示了这位英雄的正确玩法，看来左一这个英雄还是不好放的呀，确实那天那个巴西大兄弟的左一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英雄玩不好确实挺坑的，嗯，这波是因为真的有点没办法防守了，技能交的七七八八也没先手，然后反手的过程当中女枪大招再次被酒桶大招打断，就导致整个反打的过程中失去了最重要的伤害来源，女枪是真的每一次只要找到好位置放大招就一定会被打断，就在这边是偷了一下之后开大立刻被大招打断，然后腿哥扛不住了，进这边第四枪打得太痛了，这里疯狂找输出位置，但是没有办法，女枪这个英雄如果大招没有办法放的话是真的很尴尬，而且对方安掌门对他做的也非常针对啊，是啊，已经打了6800的输出了，左翼打了7000的伤害在上一波的，而且现在前排的话 LCK 已经相当相当肉了，给 TP 强行上高地，这位置我觉得宝石又可以，哎，麻辣香锅有绕后，这个位置麻辣香锅有绕后，但是应该是左一打到了一波点燃，差一点点烫死，是五龙 buff 的这个点燃，又在走出完美谢幕的位置赶紧回去，但是这样要被破三路，中路没有了，而且上路的话这个地方也是一大波兵走进来，这个远古巨龙 buff 持续时间现在在我们眼里显得非常非常的长啊，是啊，怎么还没掉，嗯，感觉究极长啊，这个远古巨龙的 buff 还有大概三分之一，对的，这三分之一很难撑啊，主要是兵线现在也过来了，香锅这里绕后的话想打也很难，踩了一个近的陷阱回身打一套，
迪神这边也比较厚实。对 ，LCK 前面三个前排啊，折筒大树加一个宝石，已经有点难以打得动了。因为本身的话 ，LPL 他们这个阵容就没有一个可以靠平 A 来打对方前排的能力。沉默一下，这 Q 技能，三路被直接大招，他宝石也非常的及时，一个大招落下来。原来这波伤害打得不错，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左一被秒了，西野这边开一个中亚，突然这边血量也很低，贝克把他定住，腿哥拿到两个人头，正面虽然是受到卡拉丁，但是 UZ 还活着，这个残局 LPL 应该是能够拿下的。是 ，Gorilla 现在也走不掉 ，UZ 拿到两个头，剩下一个 Q 位，四人集火伐大树 ，Q 位现在身上还有五路 buff，UZ 这边要稍微小心一点，直到超级兵的伤害这个时候很高，哇 ，Q 位好肉啊！回身还在打，为什么越打血越多？我的天，被动还好杀掉了。这波来自 LPL 在绝境下的触底反弹，刚才是西野，又是西野立功了，强行进场，看这把对面的左一偷死，看一下这波应该是一个，他本身对方是看得到他的，但是正面已经开团了。而且女坦的话大招大得非常好，直接是晕倒了三个人，这是很难得的。Faker 他是在女坦大招范围，在对方宝石，在自己宝石大招范围落下来之前，他是走出了那个大招范围，而且被女枪偷到蛮多伤害。这波是真的被 UZI 偷到了很多很多伤害。UZI 那个大招扫到了那个一个船团半血吧 ，Ambition 才去打断。这里的话又是在打本场的第三条大龙了，已经。但是家里有点扛不住了，腿哥一个人有点守不住这个超级线，因为是两个锤头兵嘛。打掉了，打掉了。现在的话带着大龙 buff 赶紧回家。现在殊死一搏了，哎，别被留下！哇，还好 UZI 反应是快啊，在最后一刻的时候是取消了回城，走回去安全一点。现在的问题就是 LPL 的水晶什么时候能够复活？如果能够复活两路水晶，我觉得是有推出去的机会的。但是如果还有一段时间的话，那这个龙 buff 可能现在超级兵还在疯狂的进攻。而且卡萨丁其实是后期清超级线比较慢的一个 AP， 他本身就没有太多的一个清线的能力。因为最大的那个锤头兵是附魔抗嘛。其实好运姐，好运姐打这种超级兵也不快，也很困难。就这个是 AP 清比较快，这个大兵的话，还好，我感觉下路的水晶好像快了吧，应该活了吧，已经活了，活了，已经活了，这样压力小非常多，只要有一路复活，压力就小很多，就不会再是六个锤头兵了。对的，但这个时候 LCK 还在玩兵线，他在不停的把兵线带到，好，上路也活了，把上路的带活了，现在的话集火要来打下路，要想办法开，这个时候不能再被破水晶，再被破水晶就是无限拖下去，而且很难推出去了。睡到了九五七，被睡住这个地方，看一下华彩定到了九五七，水晶的血有点不太敢接啊。啊，左一过来扔了泡泡，这位置要想办法开了。Miko 跟麻辣香锅两个最具开团威胁力的人站在前面。哇，现在很艰难。怎么说？这个水晶已经血量非常低了。猪妹 Q 过来大招，大到了正面的 Ambition， 先把宝石骑士大招打出来，女枪大招还捏在手里。这波大招交完 ，LPL 是有机会去开团的。西野还是在侧翼，准备着从侧面切进场。是，但这个地方的话，哎，被对方大树一个 W 绑到了自己的一个上路。哦，上路水晶守不住了，但是这个位置 LCK 想要上进的完美进步开出来，直到 Q 位 ，Q 位这边血因为被动 A 满了，先集火这个 Q 位，但好多好多盾啊！西野进场被左翼打了一套，打成了残血，侧面的救出之花洒在自己双 C 的脚底下，腿哥这边被睡住，还好 Q 技能最大伤害没打出来，腿哥这边开战鬼石斑甲往上拉 ，Q 位也开石斑甲往前追，两边前面的血量已经出现明显的差距，一个一闪过来想开 UZI， 又在那边。但是 UZI 现在可以放大招了，是有大招。怎么说 UZI 输出打出来，直接先秒掉 Ambition， 这波又是靠着一个后手的女枪大招，是勉强的守住了。大招指过去的话，刚刚是被 AD 用水银解掉了一个香锅的大招，现在的话还要继续追吗？好像追不到了，兵线太差了，兵线太差了。刚刚上路刚刚复活的水晶，现在又是掉了。就是卡萨丁这个守线老大难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无限被放大了。他们现在中路又是刚刚复活，哇，还好是 UZI 有个水银刀，他被一闪的第一时间交水银刀拉开了。要是刚才被 Ambition 这波一闪给偷掉，就偷回来就黑了。但是酒桶有大的时候，好运姐真的没有办法放大，这是真的太难受的一件事情。可以看到刚刚他是完全的把大招死死的捏在自己手上，也是到最后安掌门实在忍不住想要去开他的时候，开完了之后他才有机会去放。对，我觉得也是
LCK 打着急了， LCK 这波稍微稳一点，把水晶点掉撤，真的稳一点把水晶点掉撤，推中路。现在其实是在给 LPL 机会，两路水晶已经复活了，这个时候就是想念急射火炮的时候了。没出火炮的第一天想他，刚才有个火炮，我感觉这水晶就危险了，就 AD 过去蹭两下。对，蹭两下。进，因为进之前出的时候一般都是暴击装，暴击装嘛，西兰刀火炮那套的时候，这个时候 LPL 是终于成功的把兵线推出来了一波，被大叔这个小儿子看到了。哇，这个侧面想开没有开到 Faker， 又开到 Q 位，一道伤害先杀安必胜，安必胜血量很低，鸟盾弹了一口，被先给收掉，女枪打桩扫出来没有，就都他打断，这个时候宝石大招落下来是保了一波 Q 位，再次收掉了安必胜，还想再追，左翼过来睡住 UZI 赶紧交水晶弯刀往后跑，这个双 C 偷的伤害太高了，没办法，因为四个人直线一排走，还好是麻辣香锅加大招，对的，因为刚刚 UZI 站在那个地方是被近的一个地雷给打到了，所以就掉了很多的血线，中了那个万众倾倒，对，万众倾倒，没办法。哇，但这个时候需要注意的就是上路的兵线又来了，赶紧处理完上路兵线，又要想办法去守这个老龙，老龙还有一分五十秒就要刷新了。为什么你老是叫这条龙叫老龙？因为我每次长老龙嘛，想叫他远古巨龙或者长老龙的时候，老觉得太拗口，就叫老龙好了，干脆改个名称，龙王。哇，现在还好是兵线已经完全的被 LPL 这边带出去了。对的，现在就是已经度过了最难的那一波，是最艰难的那一波，三路被迫的那一波已经完全扛过去了。现在这边已经五百多个刀了。五百多个刀啊！哦，最后零点五秒，还好，还好，还好回来了。这被捆住，我觉得就黑到很难受，没闪的，主要是刚才这被捆住。UZI 大魔刀现在在身上，对，因为左一确实有点恐怖。嗯，哎，但是有点烦的就是左一的那个 Q 技能，你睡到打最远伤害是个真实，还有而且 UZI 是把自己的装备再往暴击的方向发展，因为他发现自己刚刚那一身穿甲装打不到后排的同时，打前排又不掉血，是，所以说他一定要把自己的装备改成暴击装备。但有这种想法的不只是 UZI 一个人，我们看到 Prey 这边也开始卖木刃出无尽了。嗯，因为打到大后期的时候，确实暴击装备提供的伤害会高很多，这是整体的输出情况。现在左一还是比 UZI 打得要高一些，这是整局游戏，对，整局游戏，这是整局游戏的一个总伤害。左一打了七万五，但目前 UZI 这边提供了六万四。这个左一真的是因为 Faker 个人能力，再配合着这个英雄的灵动性，在他们这个阵容里面展现出的威力来。就客观的说啊，这个七万伤害里有大概一万多吧，我觉得是那种就是 poke 的伤害。你说打到虫子身上啊，不是或者猪妹身上，是就是对对对，是不会造成太明显战局改变的那种 poke 伤害，就是就比如无效输出，就比如这种，就比如这种。而且因为我们双黄图嘛，就是你打在这个黄图身上，一会儿就回回来了，这倒还好。现在 Faker 就是找各种角度想要睡 UZI。听起来有点邪恶，就是把他弄成睡着的状态，然后他还想睡西夜，他都想睡，都想睡。现在，哎，睡住了，睡了一个腿哥，哎呦，好痛啊！没事没事没事，有狂徒有狂徒，往后拉一下，拉一下，等一会儿回复就好了。他这个血量应该一会儿就能回得上来的。又睡住了一个 Mako， 香锅这里帮忙想要挡一下，九五七在疯狂回血。二百多一百多的话，中亚交出来，想秒 Faker 这边进去，直接交了个闪现拉到后面，而且女枪大招打的是满额伤害，不过宝石拿抵消到比较多的伤害，然后LPL全团的血量有点低。这个时候 Faker 在侧面不停的交税交 Q 打伤害 ，Gorilla 闪现上来想打伤害，九五七有点扛不住了，要先往后撤，被大叔捆了一下反 Q， 西野绕回来了，西野绕回来以后还是要杀 Faker 啊，这个时候哇杀掉了，秒了，看一下 Faker 死了，麻辣香锅也是残血逃生，九五七在后面血量太低了。最后一枪点掉了大宝贝，哇，西野这波打得太漂亮了，杀掉了，看一下最后一个打赢了，打赢了，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不会在这个地方死撑，但是最后被女枪一下又机会一波，但是家里要回人手，回去两个要最少要回去两个，哇，家里现在看一下家里，我感觉有点来不及，有点来不及，哇，好可惜，好可惜，最终是依然是兵线埋下的伏笔吧，打掉了重重的阻碍，但是最后输给了小兵。哎，最终真的是兵线埋下的伏笔。就我觉得 LCK 最后他们都没有想到，我觉得，我看他们的表情，我感觉他们都觉得自己这场比赛输了。
哇，这个镜头之前在看 LMS 的时候有看到过，就是那个牛头，对，那个牛头，那个牛头就殊死挡掉了对面所有人的攻击，最后水晶马上被点掉的时候发现自己赢了，就是被小兵拆掉的基地，对吧？UZI、啊、这个剧情我觉得有点懵，跌宕起，有点懵，我们都有点懵，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有点懵。这刚在中路混战打了太久了，都没有去注意上路的一个兵线。关键是最后大树其实这一局的功臣是枯萎，因为枯萎他自己在残血的时候扛了太长的时间，导致 LPL 这边没有办法派人回家去守超级兵。哦，但是不得不说，西叶作为一波团战打得真的非常好。他是残血绕到后面去伺机进去切人的，然后配合队友先秒 Faker， 又去秒了 Prey。这个卡萨丁的使用，我觉得西叶真的应该是。炉火世界最顶尖的卡萨丁到顶尖了，而且我觉得另一点就是我们一直在讲佐伊这个英雄打到大后期团战还是相对有点疲软，他比贴脸是很容易死的，他在中期有优势的时候会很强，他是真的有点疲软这个英雄，但是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到 Faker 对这个英雄的使用真的 是还是要看 ID 吗？没得说，那公告牌，全场最佳 MVP 小兵，这小兵啊，这场 MVP 你说怎么给 MVP 给小兵啊、其实上路水晶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按道理来说的话，要给上路大树嘛。大树这一盘确实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最恐怖的点，就是你如果让对面少一个英雄换一个的话，我觉得大家更想换的是大树，而不是中单的佐伊、啊。好可惜，我说真的好可惜。看一下精彩的回放，这一波是 LPL 本场的第一个转折点，就是他们偷大龙。自然之握在这位置 ，Miko 他。等了很久，就是不止，就等对方的酒桶过来的时候指了一下，对，然后四个人撤退，这一波是回了一大口血，当时，如果不是这条大龙拿掉的话，其实那一段环节会非常非常的难打。就是我觉得，虽然是最终这个结局让我们觉得有点难过吧，或者说有点没想到，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真的是没有想到，有点缓不过来，确实没想到，但是总体来讲。这局打得很，但其实不是特别难过，因为看的至少很过瘾。打的真的很好。我们是在绝境当中，三路被破，三路的情况下，两颗门牙都倒掉，对，不停的找机会，然后竟然打赢了团战，而且在最后把对方 ace 的情况下，我觉得就已经赢了的时候，真的已经赢了的时候，是这是就这局虽然比赛输了，但是我们的气势是赢了的。真的这一波团战的话 ，UZI 他是找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最后一波他的大招好像是没打出来伤害，因为被宝石大招打了一半了，打了一半了。这个位置的话也林先生好像也是西叶吧，而且这一盘也是、这一波是 UI， 这一波是 UI， 他打了一个爆炸的一个大招伤害，对的，这波是酒桶被生生碰死，然后 UZI 一个大招而且也没有了宝石大招，这个 UZI 大招刷了很多很多层，直接是打满了三个人，这一波也是 UZI 收获到两个人头，但是他当时还是一个穿甲装，就是我们看穿甲装和暴击装到最后大招打人的伤害还是不一样的，穿甲装的大招会疼一点，疼一些，暴击装是平 A 更疼一点，对的，他到最后也是没有办法，自己被对方酒桶就有点盯得太死了，哎，我现在还是有点缓不过来，真的，你知道我当时看到把对方 ace 的情况就想一波了一波了，哦，赢了，然后画面一转到基地的时候，那个小兵在锤自己的那个基地，因为他最后来了好几个超级兵，就是锤的有点太快了，而且我们当时回去看的话是女坦和大虫子两个人回去，他们有点太慢了，及时回城了，对，来看一下，这是想要去阻止对面打大龙，但是这一波可能虽然僵持了很久，不过最后的话还是被 LCK 把大龙拿掉了，这一波打的那个前提是在一个最佳红 buff 被对方三个人击杀掉了一个弟妹，是这里的话是先捡了一个正义荣耀上去把九武器杀掉了之后，这会儿又是捡到一个闪现配合着自己一个技能把对面的 UZI 杀掉，对，他是闪过来就捡了个 TP， 然后这一个超远距离出的伤害一个高招，又捡了一个闪现，大招平 A， 是的，最后的话用大招借一段位移把 UZI 杀掉了之后回去把大龙给打掉了，哎，看得真的有点心痛，太可惜了，我真的我觉得这场比赛真的已经打得太棒了，很过瘾啊，神仙打架，这一局真的是神仙打架，神仙打架，我另一点想说的就是7.23版本看比赛很少看到打40分钟的比赛，平均时长50多分钟，很平均时长在35分钟。我们前两天看的比赛基本上都是半小时结束。我看一下这波，这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波，被迫三路绝境被迫的情况下，看一下西叶这个位置，
Faker 他是没有进到那个跑车大招，对的，而且直接找机会把他秒掉，能够击杀最主要的攻神，还有九五七的一个 W 闪，就这波是 W 双子星的一个完美进场，杀双 C。这波也让我们见识到了这个大树到底有多恐怖，到底有多肉，对，到底有多肉。之前在那个他上二场就已经见识过一次了。那是第一次吗？这是第二次，他是真的是被四个人围着打，然后坚持了很长的时间。你说如果这场比赛最后一手康特位留给拿一手巨魔，会不会？你说哦，对，就柚子一直在纠结巨魔这个点，因为一开始刚选完，就是九五七这边选完了大虫子之后，其实他就一直在质疑。我觉得有利有弊吧，因为我们肯定不能以成败论因素，对，你不能结果论。从这场比赛的过程来看，就是如果你选到巨魔，那会有更多的问题出现，比如说你拿巨魔打团就没有那么好限制双 C 了，到后面的话也确实是因为九五七足够肉，他们才能够翻。对，巨魔的坦度也没有这个大虫子那么高，再加上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就是这个阵容最后一波团的时候，虫子还是立了很大功。是，虫子这一盘其实是就比较默默的那种，一直在扛伤害。看一下，就是这波 LPL 这场比赛，真的先看一下，第一波是女枪大招打了一半吧，撞在了宝石的另一半大招上，然后西野的精彩，而且女枪的大招是来到前面打到三个前排身上，刚刚所以不怎么要血，直接打残。他一直在侧翼，只是在找机会，最终没有回。这个时候 Faker 的位置有点差，大招往回又回到了原地的，要不然就被睡到了刚才。这也是直接进来把嘴一切掉。被打了，这个时候上路看上路的超级兵，囤了三波兵线，这个是看起来。然后大佐一个人还在扛，上路的兵已经把上路的水晶破掉了。哦，其实我们现在事后诸葛亮一下，这个水晶要是不活，我觉得推不掉，因为水晶活给了屯兵的机会。嗯，就水晶活了，会有好几波兵站在那儿不停的 A 那个水晶。哇，这个看的真的有点扎心。有点扎心，不过这一局 LPL 打得真的很漂亮，打得很优秀，打得真的很优秀。嗯、是，看一下整场比赛的一个数据板，我们看到经济曲线图也是一波三折，88,000。对的 ，UZI 打了77,000，然后李哥这边打了88,000。当然，这还是那句话，就左翼有一部分伤害是来源于他的 poke 以及消耗，是。但是女枪是真的在前面卧薪尝胆，每一次都是靠着自己的伤害很低的平 A 去打的输出，对，所以说他的有效输出其实是更多一些的，真的。这个不是在吹，这个不是在吹，是真的。他前面太难打了，因为不像 Faker 他很灵活，他是一直在偷伤害，但是女枪的话一直盯着酒桶，酒桶要靠近他的时候他就要往后撤，所以说很难受。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解说的时候碰到这样的比赛，对，就是把对方 ace 之后的话，然后基地被小兵推掉了。而且我觉得他们已经第一时间回城了，这个真的没得说，这个没得说。用一句可能平时大家会觉得在找借口，但是今天这句话很贴切，真的就是运气不好，运气不好，这是真的运气不好。因为几个很偶然点，就要不然你说水晶没活，我觉得都不一定推掉，水晶没活不会屯兵。但我们不得不说 LCK 这场打得也 好一点，水晶慢活一点，等那个小兵推门牙的是吞基地、哎、吞基地的时候让自己的队友看到，然后这个时候水晶再活，或者你说就真的是团战早赢五秒吧，我觉得多给五秒机会这波就守住了，但是就早点把大树杀掉就好了嘛。但是没办法，比赛没有如果、这个、输了就是输了、我们还有最后一场可以打，所以说调整好心态。但从气势上来讲、从整个表现出来的形式来讲，我们作为这个观众，作为解说来讲，其实是很为我们的赛区感到自豪和骄傲，很开心，真的打得很好，看得非常的爽。刚刚也是接到消息，就是我们现在 BO3 无论如何最后一盘了， LPL 的话选择的是蓝色方，决胜局了，决胜局了、嗯，之前一直说我们有这个 BO5 魔咒、但是现回是 BO3， 是 BO3 不是 BO5， 我对啊，这回是 BO3 啊、而且我们一直以来在很多赛事上，其实在面对 LCK 队伍的时候，你感觉都有点畏手畏脚。我觉得今天前两场今天完全没有看出来，打得真的非常好。而且下路那一波，如果我觉得畏手畏脚还好一点，就不会造成下路对方起飞打得太奔放了，有点下路就是因为打得太奔放了。对，没关系。